等一下，今天来家呢是要来找茬。找茶啊？要不要找茬？对。来到花莲瑞穗，节目团队接到新挑战，不过似乎有人误会了。不是你找麻烦的那个茶啊，不嘞，我现在要找的那个茶是真正红茶茶哦。走访茶的故乡，一大片茶园风光映入眼帘。哦，采茶姑娘哎！哎呀，你好，哎呀，好多采茶姑娘呀！为了学会采茶制茶，团队更找来蜜香红茶全国特选冠军，就是要来这个采茶叶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错了，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采茶，今天我们要来采花。采花。适逢三月，碰巧遇上柚子花花季，达人带着大家采收柚子花，进行加工制作柚香茶。放在这边。那像我家要多久？哇，悟到重点了，至少要两三个小时。那这样没关系。这个让时间走快一点。仔细听着达人解说，阿翔更灵光一闪，拿出道具。那这是时光布，这是懒懒，来哦，来，哎，准备好，啊，大家看好了，这时间哦，这走很快哦，哎，嘿嘿，哎，来了，我。37岁，现在变57岁了。大伙儿逗趣互动，让现场不仅飘散浓浓茶香，更充满欢乐笑声，成为节目中的大亮点。民视新闻曾浩报道。